在台十一饼线上，你看这个太美，有另外一个感觉。另外，本来是要拍倒影的，今天有点风，对，又有点出太阳了，所以你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雪景，山上的雪景，其实这一些残雪是很美，在台湾是真的很罕见。然后呢，在这种平地啊，可以看得到高山的雪景，大概比较能够想象是在长野，对，就是在那个日本的长野啊那边，哎，阿尔卑斯山系。真的很美，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在花莲受风，在台十一饼这个路上哈，省道路上，现在刚好太阳好像已经稍微有露脸，所以阳光稍微透出来，其实很美的，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哇，看这样的雪景，其实在这个亚热带地区真的是非常难得，反正是附近周遭的山，你看其实是没有积雪。它的雪线啊，大概我猜啊，大概在800公尺左右。那因为这迎风面的关系，你看到那些云的地方，刚好就是雪线的位置。对，太美了。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拜拜。